勾画，对，这是勾画，就像那，对，哎，这是勾画，然后再做刚刚的风卦，哎，风卦呢？哎，这是十四点四来着，这是哪个？对，往回拉，哎，这是，对，对，来来来，来勾画，我们再做个图案，哎，图案，图案，万事如意，对，我给你做个，对，对对对，对，哎呦，对，图案，哎。对，偏偏法，哎，这是偏，啊，偏法偏还是偏字的，对，这意思就是你使对方失重，对方失重，对，我们这是偏法，要进攻的，嗯，然后呢，再一打我的，我们这是咋？偏还是爱做塞的，还是为了拿零头做爱做塞的处理？对吧？一打中，这是这起。然后一大说，哎，我给你往这儿提。对，我们这是。那这都是一个分题目。我们这题都是比较偏的。我再慢慢做到选法。选法。对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对。再说呢，再走呢，这是要求，唯一的一种，那就是选法，对，不能说。对，你看在做当中，你看，对，我先一起，往里拧，哎，这是，哎，这是，再往里，是吧？老师说 ，elastic erst versteifen。对。这个也是他。对，我往里去，哎，这样子发力，这样吧，偏出去了。